近日有报道指罗家英因肝病恶化再度入院治疗，并且切除新长出的肿瘤。王明全近日出席活动透露，家英哥今日拆线复原情况良好。家英哥今天去拆线了，是 OK 的，恢复得很好。没有，今天一早已经停了这里嘛。是啊，担心佢嘅身体，唔会，个医生咁好，系啊，最好嘅医生啦。英哥使唔使戒口？又冇乜喎，吓冇乜戒口喎，咁当然系清淡啲啦。我谂个零月啦都要系，佢主要里边嘅伤口要埋口啦，个人就冇乜嘢，暂时呢个月都停咗啦，系呢两个月啦，因为佢即系一验出之后佢就。知道要做乜嘢啦，即系睇医生啊，恢复啊咁啊。